今天是吃自己的挑战升级版本，贝塔的、阿尔法的，吃自己的，吃吧。再继续增加一下难度，给阿尔法嘴巴包围起来，只有这一个是阿尔法的，其他的都是贝塔的，吃。可以吃，心里边是不是有一小点不服气啊？快点吃吧。哎，贝塔的不能动，就是把这边给你封口，这些都是贝塔的，然后这一个是阿尔法的，你的小零食被包围了，你快吃吧。哎，再给你增加点难度，别动哦。这一颗是阿尔法的，你放弃了？别放弃啊，吃，把阿尔法这颗吃了，你看你吃不吃？不吃，不吃就归顺了，没有了。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吃吧。对嘛？你不吃它就归顺为贝塔的了，给你等一条河。这些全部都是贝塔的啊，这一颗是阿尔法的，吃。我给你增加一点点难度吧。啊，这些全部都是贝塔的，知道吧？这一个是阿尔法的，吃吧。这个是阿尔法的，可以吃，吃。哎，挑战的不错嘛，走吧。